观音洞，甚至很多寺庙都用观世音菩萨做名字。观音代表慈悲，代表帮助众生脱离痛苦，得到快乐。这是每一个生命，不分大人小孩，不分大动物小蚂蚁，不分天神地狱恶鬼道，他们最祈求的是赶快脱离痛苦。所以这边摆了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宁可下地狱，因为地狱的众生太痛苦了，每天被砍、被杀啊，被敲破头、被灌硫酸，为什么会下地狱？所以各位做人千万不要做坏事。你做人如果杀生、偷盗，对不起太太、先生，邪淫，用嘴巴骗人，喝酒吸毒，就让我们下地狱啊！这个地狱的苦没有办法形容。所以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就哪里有痛苦啊？那特别是观音啊，人间救苦。那今天我们做甘露施食，也是观音菩萨救苦的法门。放生更是观音菩萨救苦的法门。当然的，像各位身上也有痛苦，过去我们杀生堕胎，前一辈子搞不好杀人杀很多动物，然后你现在正在痛苦啊，那边痛那边痛，得癌症。如果要消除痛苦，就要跪着啊，多诵地藏经，多拜地藏王菩萨啊，可以